开啊。18:20左右，在宜兰县礁溪乡七段发生一件交通事故。经警方到达现场了解，系游姓民众驾驶一部自小客车，不慎自撞中央分割岛，造成后方一辆营业大客车反应不及，追撞游南之车辆后，进而再推撞前方另一辆自小客，造成车上两名乘客受伤送医治疗，伤亡酒测值为零。事故发生后，本分局立即派员疏处，约一小时后恢复双向通车。警方在此提醒用路人，行车要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，防止车祸发生。